那你的肯号，哎，袁丽珍，好、哦，四个人的肯号这样子，名字手结合起来的。郭元宝、张秀清，还有那个蔡华亮，还有徐亚莲，四位。嗯哼。所以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很四，然后是真，啊，那袁肯丽，就这样子、嗯，四个人的名字是结合。去结合。那成立当初是为了要做什么用？是为了说，因为我们想要传承我们关系，我们东山里，所以我的张业把它传承下去。因为我们以前以张为主嘛，张脑为主，因为现在张脑也很少了，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张树，就是以民众来说，哦，我们虽然有张脑，有张有脑沙，可是他不晓得说我们这张脑跟脑沙是怎么来的，是怎么形成的，是怎么树，所以我们有树。然后切片的，这样让你有那个来的来宾访客看之后说，哦这样啊，就是由树，然后把它破片，好、哦，然后再去煮，煮了以后，然后再变成脑油，脑的那个脑沙，然后就沾脑，脑油这样子，也乘客也访客了解说我们的脑沙跟脑油是怎么来的这样子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刚刚也提到您说也有做一些录影啊，或者是导览啊各项的服务，是不是？有，因为我们是东山社区嘛，东山社区我们有给像别的社区或者社团，他都会来参访，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有给予导览员，我们都要上课，那我们他们来的时候都直接跟我们有办事联络，然后我们就会有自餐。然后我们副餐，那我们有导览员的话就有导览费，所以所有新竹县的文化馆只有我们金广城文化馆是有社区经营的，所以所有的水电费、所有的费用都要我们社区去支付，那公所啦或者所有的机关的都没有帮忙，就是我们自己的，所以我们要靠我们所有的客人来参访啊，好、哦。或者来，我们就导览员啊，我们有导览就有导览费，我们就支付一些出来，然后就用这个金广的所有的费用这样子。我们金广城的就是一样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说保留以前先人所留下来的，好，然后我们就是一样是说能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社区是很用心的在经营这个金广城跟我们的治疗系。然后因为老实讲啊，这些东西哦，要想要经营下去也不那么简单啊，要看人力，也要钱，样样都是要有付出才有办法收获。